堂吉诃德。一个小乡村里，有一个小绅士叫吉桑诺，将近50岁。他有一匹瘦马，还有一只长矛，一面旧了的盾牌。他过着一般人的生活，并不大富裕。吉桑诺有一个嗜好，就是喜欢读骑士小说。读得入迷了，他不打猎，不管家事，后来竟然把土地卖了去买这类书，并见人就和人家讨论书中的情节和人物。人家不理他，他还很不高兴。一天到晚，他每天这样谈论，以至于失掉了理性。他脑子里满是魔法、战车、决斗、挑战、受伤、漫游、恋爱、风波，以及书中种种荒唐无理的事儿。凡是书中所写的，他都信以为真。有一天，他发生奇想，要去做游侠骑士，把书中见到的都实行起来，去解救苦难，去清理危险，去建立功业。他于是改名为堂吉诃德，找出矛和盾，便出了村子去行侠仗义，游走天下。他遇到的第一件不平的事，是一个富农拷打一个丢了羊的小牧童。堂吉诃德叫富农放了牧童，还叫富农把欠下的9个月的工钱发给小牧童。可是当堂吉诃德一走，富农又把小牧童绑起来打了一顿，他的仗义毫无结果。后来他回家来了，约见了他的邻居一个老实的农民桑丘，约请其为他的侍从，答应将来叫他做海岛总督。于是怀着梦想的桑丘骑着小毛驴作为侍从，与他一起建功立业去了。堂吉诃德在2次外出游侠冒险中闹了无数的笑话，傻把风车当巨人，把旅店当城堡，把苦役犯当作被迫害的骑士，把皮囊当作巨人的头颅等等。他以善良愿望做了许多荒诞之事。堂吉诃德最后在生命垂危中理智醒来，认识到了自己过去的荒唐，死前立下3条遗嘱，了却自己的一些心事。最后这位骑士便安心地死去了。